爸，你哪会不开电话啊？阿全，应该是让你知影真相的时阵啊。我奈。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哪会搞白起来？因为我在想办法要拖慢你的脚步啊。你应该为阮静玉甲小雨遐已经知影，我买好机票，想要甲你放下，家己离开啊吼。既然你都知影所有的状况啊，我若是无亲手甲你收掉，你就一定会变作挡在我面头前的大石头，安尼我唔心碎。妈，咱不是讲好啊？等咱摕到钱了后，咱就做伙离开母家。咱两个，你不是早都无将我这个妈妈囥在干内啊？当初是我异想天开啦。廖俊公，我是带小雨回去母家，代替亲情的信贤啦。现在阴错阳差，查查的人是你啦。所以你跟我无同心，我并无怪你。啊，不过你若是做出什么威胁到我的代志，我哪有可能去掂掂？你讲对无？所以你表面上爱我做董事长，处理股份；啊，不过实际上爱我做替死鬼，替甲乌克武山集团这罪名打落来。唔免甲讲到遐尼啊歹啊！你根本就无照我替你铺好的路去行。我伫这边打桩呐，啊，你伫一边拆厝，破坏真济我有做任何的代志啊！干那为着要替你收尾哦，我已经头壳咧呛烟啊！你明明就知影，我是安怎会这尼啊无安全感？这拢是你造成的，敢毋是？那是因为你命太好，不知道要珍惜啦。之前啊，我确实有淡薄仔不甘你啦。啊，不过在看到你心人愈来愈大，那个时阵我就清醒啊。付出甲期望愈大，往往结果得到的是失望，还佫有觉醒。原来你早就对我无一点仔情分啊！第你知影，你家己毋是真正的信贤，讲出一大堆话来伤害我的时阵，我的心就互你疼到脆糊糊啊！唉，你真正毋捌一个做妈妈的心，我爸爸对你忍心过啊！因为你的面容，甲我的信贤是一模一样，哎，我真正甲你切割。我实在是做不到。妈，别再叫啊！我不是你妈。所以你今嘛是要跟我切断关系，对不对？我只是想要你变成我原本那个乖巧的信贤啊。什么意思？为着要让你反背我，拿我的罪证去做污点证人，我就只好让你永远安静下来，让你变成原本我印象中那个又搁乖又搁听话又搁顺我心意的信贤。你想要创啥？卖我白来啊！阿晨。现在是想要抵我的性命是？你哪会当对我这样残忍？我还记得无外久之前，你因为袂爽，我无停你做代理董事长，你嘛对我有真侪怨叹啊，甚至想要甲我记得你已经叫五年，
爱你、疼惜你，一心一意为乎你的妈妈害死，敢不是？你敢知影？迄个时阵，我的心情哦，嘛有千万种情绪伫个啦。啊，不过，煞煞去啦，都已经行到路尾啊。搁去回想路上美丽风景是要创啥？这啊，是妈妈对你最后的阻碍。你着乖乖啊听话，把这杯加料的水啉落去。我甲你保证啦，袂痛苦真久，你真紧哦，就会当重新投胎转世啊。啊，若真正有后世人哦。我希望迄个时阵，咱会当做一对真正的母仔仔，使到我的更加疼惜你、弥补你，袂有这世人的遗憾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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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什么臭傻！狗狗，你即将那么那么带娘来结婚啊！既然今麦经惊到，唔是你死，就是我亡的抗战哦。我只好做这款的决定啊！我再讲啦，五年前哦，你的命是我救的，啊，今麦结束在我的手头，嘛是真合理啊！你会当当做哦，这是报答我五年来哦对你的在做之恩。该享受的，你嘛拢已经享受过啊，敢毋是？即嘛，就乖乖过来，我安排上咯。阿成，上去。是阿成，别带我。这五年来，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，我问心无愧。面对该所犯的错误去自首，我答应你，我尽力，想办法抹干关系，甚至万一叫你一声妈妈，你有听见无？敢讲，我阿抹干关系，不是上唔忙代志，敢讲，你要为了我收你的钱？我给我给结婚，你没事。你好，谁来跟你讲话？你不好意思，我认不到人了。咱中计啊，风声也是有可能已经去登记啊。
总之，你打电话在创啥？小雨，我的宝贝好心，真实的，妈妈无法度答应你。我明明为着要听你叫我一声妈妈，都让我的后半世人必须让乖的拢来。若是安尼，咱个人着过好过人的日子，不管妈妈在倒位，我拢会祝福你一切平安顺遂。无问题。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要么只讲吴信雄害到，今麦在白鸡桥，人未清醒。那安尼？是啊，麻烦你继续六分彩下，我要超越去白看吴信雄状况。有任何消息，随时报起来咯。无问题。朱吉培，你当面对该所犯的错误去自首，我答应你，我尽力，想办法抹解关系，甚至万一叫你一声妈妈。小雨，不管妈妈是不是有愿意，但母子情分。终归是有较薄啦，你莫卖怪妈妈选择自保的方式。若论真要怪哦，都爱怪恁爸爸单忠心啦。若无咱母仔囝的关系，嘛袂变到这款的下场。洪彩啊，下到伊爱怪东怪西，歹势四十年来完全拢无改呢。我是有倒位讲了唔对，若唔是歹命嫁予你，为着要甲你离婚，奈何你逼甲害我放弃小雨？我崩彩啊，人生哦，都是因为你才变到这样不行啊！你什么创啊？当然是甲你查落来，教我咱的后生啊！啊，若无你认为讲你这种……安算要全款潜逃的诈欺犯，我还真是好心过来给你送的嘛。你是了袂讲啥啦？我只是要出差尔尔。虽然讲我最近咧无用陈东区咧业主啊，无像咧规划的代志，无表示你这边哦，我啥物代志我唔知咧。讲较白啦，我唔管你是要安怎，要甲武勇全部的财产啊，拢总甲赶走，迄个我无替代，我嘛变大款。不过既然小雨你无希望讲你这老母一错再错，安尼我就无法度当作什么代志拢唔知啊。我敢有听唔对啊？有人良心发现，想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爸爸。听讲你的黑子集团因为周转不灵，强强要破产啊！你阁有迄个时间去过别人的银行事，管好你家己就好啊！莫留一罐烂货，让小雨替你收尾，闪啊！哎、欸，你真正唔通这么做事啦！当初你离开我的时阵，小雨还袂大只。彼当阵啊，伊无在条对你要求什么，即摆伊拢真侪讲，伊希望你留落来台湾啊。你若是愿意安尼做，伊嘛愿意为这个老母搁一遍的机会。结果你参考都拢无考虑，你唔惊你安尼做，会让小雨的心规样脆无无啊？你凭什么利用小雨来对我做亲情绑票啊？你敢是一个负责任爸爸？你对小雨的所作所为，敢有比我更好？等风头拿过哦，我自然会联络我的后生啦。啥？无可能啊！为了我和小雨以后面对武勇一定人会感觉自责，你得放弃。是要放弃啥？这拢是武辉宏欠我的，我只是得到我应该得到的，我无可能放弃。你这个查某真正是讲袂顺车呢，听好啦，今仔日不管安怎，我拢无可能帮你离开啦。